吼为优先，会当讲为着大家的健康，啊，伫咱公所所规划吼，啊，即、這个鹿港四季吼，啊，春来迎金牛，诶，即个活动吼，啊，因为啊，即、這個、疫情哦，啊，最近哦有较严重，所以咱公所就决议买，咱讲吼是安尼停办这经营，但是哦，即款这个灯区吼，原本已经规划好，那也在场也已经布置的差不多，所以吼、哦，伫咱这五庙，啊，个顶番婆吼。啊，这两个点吼、哦，咱拢继续吼、哦、啊，这个灯区吼啊，继续会当讲来吼都啊，会当提供给民众吼来做一个参访。所以今仔啊嘛特别来看吼、哦，咱这灯区吼啊布置的这个情况啊，伫遮吼嘛呼吁吼咱所有的好朋友，会当讲来讲吼、哦，这灯区的时阵吼啊注意吼、哦、啊，咱这个距离啊，过来来讲，咱一定要戴口罩来做一个参访，因为吼、哦、啊，即摆吼这个安尼为了吼、哦、配合啊，这防疫中心吼、哦、这个。诶，一寡宣导，咱大家吼，把这防疫做好，会当吼大家吼啊，再来参访啊，咱这电影院在电库的时候，会当更加更加安全。啊，伫咱这文物庙遮吼，诶，信奉吼，主要是这西洋的这情人节。那我们一些吼啊，这个灯区吼，都有打造一个主题，会当讲吼啊，这个是一个爱情啊，有一些星星，那有一些吼啊，因为吼随着脚而跳踏，会产生一个光吼、啊，不同颜色的一个变化，会当讲很流入精髓。咱这灯哦，拢是有这主题性的。会当来到咱这文物庙，那在我们顶花博那边哈，就是咱个这金牛家族，伊个阿个先这财神爷，这样伊哈也是咱灯哈，这金乌金这三爷，哦，由我们新主灯由我们新大园艺，啊，这个副灯哈由我们园艺实业有限公司哦啊来捐赠的。会当讲这两个灯哈，非常有一个哈无同款的一个造景，啊，其他哦在周边哦桥边拢有一挂这小灯。欢迎好朋友吼，让给他一一来做一个参访。